冰柠茶和冰桃茶，果子熟了，这个牌子都挺好喝的。就是柠檬茶的味儿，非常好喝。我感觉比那个维他好喝多了，那个太甜了，这个最起码是低糖低卡的，颜值也好看，这瓶子。好凉啊！这个桃的没有这个柠檬的好喝，这个很好喝，这个一般吧。我最近买了挺多果子熟了这个牌子的饮品。拜拜。